我猜没有人之前就让我唱首歌吧。我本来猜没有人，我猜没有人看我直播，没有人看我直播就让我大放厥词吧。Hello， 谢谢玛丽兰的玫瑰花。啊啊哦，好尴尬呀！刚刚明明零个人的呀，一下子就24个人来看过我直播了啊哦，好尴尬。突然直播，是啊是啊，化了个妆那不得直播嘛。而且今天的妆我改变了一下，你们看跟之前是不是区别很大？因为我今天就是说也没有区别很大，虽然说，但是呢，今天就是一个没有化眼睑下至的状态。突然直播，突然好想逃。陪我春秋冬夏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大概刚走完香格里拉普拉措国家公园，饿死了！这个天还出去玩，简直太热了。这个天出去玩很热。你看我黑头发长出来了，我的黑头发它们长出来了。谢谢抱抱的奶茶，香格里拉还行，哦，上海是真的热，我的天哪，上海是真的热。你们不觉得其实我侧面一点会比正面一点好看吗？我就这么直播吧，你们就只要看我最佳的左脸就好了，最漂亮的左脸就行了，其他都不用看。一丢丢，而且看不出来，头发长得好快啊！我觉得以前我都觉得我头发长得好慢，现在一个星期都没到吧。烦人的闹钟，一个星期都没到吧，头发就长出来了。现在一个趴着的状态。话说其实吧，该怎么跟你们说呢？就其实吧，最近我发现我的心情特别不好，有点调整不过来的状态。但是呢，咱们白天就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就是很难过。谢谢乌夫的99个荧光棒，想听什么歌我给你唱歌，我去拿电脑给你唱歌。咋了又？没有咋了又？不是咋了呀？哎呀，夜间 emo， 我是阳间 emo。我这个是阳间 emo， 想听什么歌呀？禁止做五月心碎小狗。不做心碎小狗，我做心，我不做。这身是刚拍证件的吗？一半对一半吧，一半是一半不是。下午好，你这个发色好看耶。对，我发现我就是今天一下去，我发现好多人都染头发了，不止我一个，其实我们全团好多人都染黄头发，好多人，感觉大家都是憋疯了。嗨，哦哈哟，こんにちは，呜呼，要听什么歌？我给你唱。总选不是要全黑吗？是的啊，趁总选之前，咱们好好保持一下金发吧，因为我马上就要染棕了。的确，我马上要染棕了。我在想，染棕之前，我要不要先染个粉色？虽然说就是做粉色很显黑，但是我还从来没有染过粉色。19号就是公演，公演让我上一次公演黄头发的时候吧，
这样子我以后就可以安安淡淡的做一个乖乖乖乖了，做一个黑发乖乖。但是我说真的，我最近如果再染的话，我这头发就不要了，真的。买假发或者假发片，就是假发啊，你夏天一戴哦，这个头啊就是头疼欲裂，就是这个哭着很疼。这个刘海是假发片吗？怎么可能？这个是我自己的头发，这个是我自己的头发，这个是我自己的头发，怎么像假发片？怎么可能像假发片？我觉得我头发一点都不像。你不是有粉色假发片？是的，我是。孩子还没到秃的那一步，有，我快秃了，真的快秃了。让我来唱首歌吧。唱什么呢？总想跟你牵起手，也许还差一点点。唱这个吧。呜呼，那我就随便给你唱一首歌啊。想听向日葵可以吗？向日葵是什么歌？可以啊。我听一下吧，待会儿。我和你的距离，一眼无法看清。所有复杂情绪，莫名都因为你，我以为的差距，不过是背对而已。平行线交汇的瞬间，是你才有的奇迹。每一次，再一次，你慢慢的靠近，握住我，都是心跳的证明。那些回忆很清晰，谁都不能否定，在我心中写满你的名。好难唱，你唱跑调了。不是故意唱跑调的哈。逐梦演艺圈圈圈圈圈。我以为的差距，不过是背对而已。两个世界的交界。转过身就跨越。I miss you, I miss you。你慢慢的靠近，我承认这是心跳的证明。这次换我走向你，这不是恶作剧。你是我最难解的一道题。这是命中的注定，我在这里等着你，这不是恶作剧，你是我最难解的一道题。二 PY，
焦点，双曲线的焦点，二 py 负二 py。呜、哦，等一下，我编辑个一个79个阳光了一首歌。好了，你是我想要的决定。向日葵，搜搜向日葵，向日葵，我怎么没听过这首歌吗？怎么回事嘞 ？SNH48 有这首歌吗 ？SNH， 哇，还真有，哦。最近真是有点胖了，我今天想说我的双下巴都成汉堡包了。葡萄冰脆 ，What is 葡萄冰脆？什么牌子的？好喝吗？好喝我也喝，但我不能喝奶茶。中的金色的模样，一张张照片，黄色色丢弃我。好烦，清楚的坚定了确定了方向，我们的未来可以完像日葵一样，迎接着阳光一起笑着绽放，还可以陪你进去更坚强。我学一下啊，白云还是一年的夏天，白云还是那么鲜，单车停靠在路边，安静了好多天，安静了好多天，编织笔直的汗腺，在金色风中缓慢的出现，走在未来的火焰，等着这道白夜，有时候烦恼出现在所难免，回不去的昨天，就让它成为无边，有时候看看星星会的蓝天，时间留住光线，让彼此能够看见，这美好是瞬间，摇曳在风中的金色的模样，一张张像泪去狂乱色的的期望。好了，我会了。摇曳在风中的金色的模样，一张张像泪去狂乱色的期望，周围的花香。等一下，姐姐打电话给我，你们等一下去接个电话。啊哦，他说我拍立得少拍了一张。啊哦，但是说真的，我今天这个头发啊，你们现在看不丑对吧？拍立得拍起来丑到爆炸，我好像那个卤蛋，真的像个卤蛋，就是一个椭圆形，一点都没有头包脸的状况。摇曳在风中的金色的模样，一张张笑脸是放暖色的期望，周围的花香倒映在你身上，我们的手机举着暖暖的阳光，清楚了坚定了确定了方向，我们的未来可以想像日葵一样，迎接着阳光一起照着绽放，才可以在你心中更坚强。又是一年的夏天，白云还是那么悠闲，单车停靠在路边，安静了好多天，沿着笔直的海岸线，在金色场景慢慢出现。
消散回来的画面，能带着头发中年，烦恼出现在所难免，回不去的昨天，就让它成为纪念，以后感情继续波动的蓝天，试着留住光线，彼此能看得见，出现了这美好的瞬间。摇曳在风中的金色的模样，一张张笑脸释放暖色的希望，周围的花香倒映在你身上，默默地收集着温暖的阳光，清楚了坚定了决定的方向，我们的未来可以像向日葵一样，迎接着阳光，一起笑着绽放，才可以在逆境中更坚强。遗忘过的誓言，我竟然还存在在上面，哭过后的这张脸，笑容还会出现。我坐在蔚蓝中间，夕阳安静地经过身边，像彩色的经验，还属于这个夏天。烦恼出现在所难免，回不去的昨天，就让它成为纪念，有时候看清细细波动的蓝天，试着留住光线，让彼此能看得见，出现了这美好的瞬间。摇曳在风中的金色的模样，一张张笑脸释放暖色的希望，周围的花香倒映在你身上，默默地收集着温暖的阳光，清楚了坚定了确定的方向，我们的未来可以像向日葵一样迎接什么这绽放，才可以在逆境中更坚强。摇曳在风中的金色的模样，一张张笑脸释放暖色的希望，周围的花香倒映在你身上，默默地收集着温暖的阳光，清楚了坚定了确定了方向，我们的未来可以和向日葵一样迎接着阳光，一起笑着绽放，才可以在逆境中更坚强。耶、yeah, 唱完了。哦、oh, 好大好亮。摇曳在风中金色的模样。一首歌。可是你还记得吗？那年盛夏说的傻话。忽而惊吓，王静文唱的忽而惊吓，我觉得太好听了。可是你还记得吗？那年盛夏说的傻话。陪着你回家，陪着你长大。哒哒哒哒哒。弹幕，嗯？什么弹幕？弹幕怎么了？弹幕怎么了？没有弹幕，我这里没有弹幕，没人跟我聊天。你要跟我聊天吗？我就是单纯的唱歌。
许是最好的方向。曾经给过的钱，你说还依然牵挂，只不过你不需要回答。等等我啊。啊，我的220的东西要拿走了，谢谢爸爸的荧光棒。来回争吵过多少啊，反复试探了多少啊，你说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。有些缘分是注定的，怎么努力也没办法，小树发过芽也未必能开花。可是你还记得吗，那年盛夏，那个傻瓜说的傻话，陪着你回家，陪着你长大，每天都记得打电话。可是你还记得吗，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，我没有讲话，因为怕眼泪落下。还有些忘不掉的，你说那就记得吧，不放下其实最好的方法。曾经给过的牵挂，你说还依然牵挂，只不过你不需要回答。来回争吵过多少啊，反复试探了多久啊，你说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。有些缘分是注定的，怎么努力也没办法，小树发过芽也未必能开花。可是你还记得吗，那年盛夏，那个傻瓜说的傻话，陪着你回家，陪着你长大，每天都记得打电话。可是你还记得吗，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，我没有讲话，因为怕眼泪落下。怎么中午开呢，想开就开喽，反正无聊对吧。我成前辈了，我早就成前辈了。是你还记得吗，那年盛夏，那个傻瓜说的傻话，陪着你回家，陪着你长大，每天都记得打电话。可是你还记得吗，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，我没有讲话，因为怕眼泪落下。我没有讲话，因为怕眼泪落下，落下，落下。啊！可是你还记得吗？那年盛夏，那个傻瓜说的傻话。摇篮曲直播，你可以当摇篮曲听，你也可以当暗面曲听，你也可以当快乐曲听。我反正就是自己唱，随便唱唱。吉普赛女巫用塔罗牌占卜，千年依然无法参透上天的意。吉普赛女巫用塔罗牌占卜，千年依然无法参透上天的意图。语言
脸颊吃惊，一切想看清楚，人是否可以打破早注定的束缚。对耶耶耶，明前辈，我耶耶耶学不会。 My life, my chance, do you hear me? I know I want to do 让琴声你走了嘴瓢了I want to do do 将真相拼凑，我情愿不阻断诅咒，我把雨夜天堂献给我的痛哦哦，像镜子背后藏着一个另一个宇宙，语言在最后说这不是罪哦哦哦哦哦 God I pray for you。何之中月神给的祝福，我抬头看到星空为我所指的路，古书之中相信文字很清楚，是什么将真相都埋藏进了迷雾。对耶耶耶，明前辈，我耶耶耶学不会。 My life, my chance, do you hear meTo do 将真相拼凑，有情人不知怪诅咒，我把预约借口准备，我看我我偷我我，像镜子背后藏着另外一个宇宙，预言在此后说这不是罪，我我偷我我 God I pray for you。 我唱这个了，换一首歌，换什么呢？想想听什么，放以前我最喜欢重生计划的歌。嗯，以前我重生计划最喜欢的歌，待会还要去理房间啊！我不想理房间，真烦人！我已经不想理房间了，现在想摆烂，不是最爱整理吗？主要是那边有好多东西要搬东西，我不喜欢搬东西。专家在吗？我不是吗？为什么眉头紧皱？有什么理由？当你有无数借口，我看都没有。人生像一场穷游，没什么带走。即使醒了去邂逅，这才叫生活。烦恼如影随形，每个人都想得久，但是都不愿放开紧握的手，脑筋是就非跟自己死斗。可当时间都过去，当一切都平息回过头，你是否还是自己？那些旅途中的风景，你能不能记起？那一段最痛心，不如走走停停，学着享受平静。天感触都说给我听一听，是命的川流不息。谢谢韩江的你终会清醒，拥有一切的自己是多幸运。为什么一个人啊？谁啊？静啊，在里面。
在230睡觉的直播。仿佛拥有的是啊，看到了吗？看到。呜呼，要听什么歌？呜呼，要听什么歌？我不唱这个桑莫了，你想听什么歌？你想听什么歌？人生不是长走秀，让我留在你身边。不是，你们都送荧光棒是什么意思吗？谢谢小鹿的99个荧光棒，他不是进来了吗？这个狗在，你们都是这么称呼对方的吗？让我留在你身边，甜哦。让我留在，陈奕迅的歌吗？还吗？好呀，那你可以再点一首歌。鹿晗。最渺小的我，鹿晗也唱过，那我听鹿晗的版本吧。好，抒情歌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不太会唱，我听一下。我从来不说话。哦，这首歌。嗯。我从来不说话，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。好听。从来不挣扎，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。太多事要面对，太多已无所谓，太多难辨真伪，太多纷扰是非，在你身边是谁？你来，我邀请你。最渺小的我，有大大的梦，时间向前走，一定拥有成功，没有尽头，纷纷扰扰的世界，所有的了解。让我学一下。我留在你身边，最渺小的我，有大大的梦，我愿意让你活活在每个有你的角落。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不会让你难过，别怕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都陪你度过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重新唱啊。我从来不说话，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。我从来不挣扎，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，太多时间浪费，太多事要面对，太多已无所谓，太多难辨真伪，太多纷扰是非，在你身边是谁？你来，我邀请你。最渺小的我，有大大的梦，时间向前走，夜店只有路口没有尽头，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，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。最渺小的我，有大大的梦，我愿意安静地活在每个有你的角落。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，别怕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都陪你度过。
可以反悔，我等你好久了。这是什么电影的主题曲吗？我是一个歌手，只要还剩下一个观众，我就会为你而唱。最渺小的我，偌大大的梦，无人已安静的活在每个有你的角落。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，别怕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都陪你度过。So this night， 这首歌是好像可以。下一首唱什么？我唱那个吧，还是想听这那首歌《缘尽世间》，我要唱死这首歌，怎么样？我爱这首歌。天地间有你我的缘，就会在前世和今生之间，忘不了你一生的容颜，回想在轮回的夜，回忆的瞬间，看见你的眼停留在最初和你一见，放不下今生的一段缘，消失在真的另一面。问苍天，悲欢离合谁是谁非，不如今夜与你举杯，忘了醉，让曾经在梦醒之前连成线，消失在今生的最后一眼。怎么阴间直播？这很阳间的直播。不行，我这样子唱我气不足。哎呀，等一下我坐起来，我这样子唱有点容易气不太足。可以啊。回忆的瞬间，看见你的眼停留在最初和你一见，放不下今生的一段缘，消失在身的你里面。问苍天，悲欢离合谁是谁非，不如今夜与你举杯，忘了醉，让曾经在梦醒之前连成线，消失在今生的最后一眼。问苍天，悲欢离合谁是谁非，不如今夜与你举杯，忘了醉，让曾经在梦醒之前连成线，消失在今生的最后一眼。问苍天，悲欢离合谁是谁非，不如今夜与你举杯，忘了醉，让曾经在梦醒之前连成线，消失在今生的最后一眼。唱的我口渴了，谢谢仰望星空的五个荧光棒。问苍天，悲欢离合谁是谁非，不如今夜与你举杯，忘了醉，
让曾经在梦醒之前连声线消失在今生的最后一眼。最喜欢抒情的歌，我也喜欢抒情的歌。穿过山丘花园，谢谢马里兰的巧克力。你们有没有看得出我今天妆容改变了，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红了，看不出就揍死你们。没有，那我就是一直好看了。你的意思就是我一直漂亮是吧？天地间有你我的缘，交汇在前世和今生之间，忘不了你一生的融雪，交汇在。发型好看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发型直播看好看啊，拍出来拍证件的时候也好看啊。拍那个拍立得的时候，我好像一个蛋，太丑了。我说了，就是不得不说啊。你们要是想看我的丑照，你们可以买这次总选的拍立得，就是这个深写的拍立得。但是你们要是不想，想漂漂亮亮的，我建议你们别买那个十周年的，买那个总选的，买那个深写就是打歌服的，不要买这个，太丑了，我真的不忍心给，不忍心让你们买，好吧。不要买好吧，我不是不要买，就是少买，宁可留着，宁可我不要这个业绩了，也不允许我的丑照外出好吗？真的丑，就真的不好看，你知道吗？我真是醉了，但没有办法，一定要让我挑几张签名，没有办法。但是那个总选拍立得就是和深写就很漂亮，那个腿长我只能说两米吧，不多，两米好吧。溜了上班去，去去去 ，Come on， 快去！天地间有你我的缘，交汇在前世和今生之间，忘不了你一生的容颜，交汇在神的灵里面。不是人鱼的，打歌服。那个我也不知道具体叫什么，但是我们那个写的是打歌服生写，总选打歌服好像是，是吗？青春盛典打歌服啊，嗯，那个可以，反正千万不要买这套好吗？这套买这个你们就亏了，丑死你们，真丑死你们，要买也买签名的，贵一点。贵点是我挑出来比较好看的，剩下的都真的丑。就是它整个就是好像那个焦距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们知道那个镜头那个，然后他就给我拍成就是一个大脸，然后呢我就一个大无语的状态。今天直播时间好早，是啊是啊是啊。因为我也没事情做，就想着要不直播吧。回忆的瞬间，嗯的人交汇在前世和今生之间，忘不了你一生的容颜，交汇在身边。我现在就是一个学生会主席的状态啊，看你们都得怎么看。你们擦擦吧。
回忆的瞬间，有你我的缘。女老师，女老师穿成这个样子吗？女老师，女老师不得穿，很像老师。那让我来教你，教你什么呢？我只能教你 A B C D E F G， 跟我读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N M N， 不不不不不。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， 救命！我说26个字母都能嘴瓢，我真是醉了，还要当老师呢！别别别！没有风。咱们没有风，这眼镜怎么会是歪的？我们一直就是这个状态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会把人吓到，的确是会把人吓到了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我还没听过这首歌呢，但是之前听好像挺好听的。当当当当当当。这个前奏我还挺喜欢的，叫《恶魔的爱》。说，快说你爱我，要不停的说，不要虚假内容。错，是谁犯的错？千万别冤枉我。最讨厌说借口。这个眼睛有点肾虚的禁欲老师的 feel。最想念人潮人来人中独自独立陪伴，最牵挂你的歌声，心中是有谁取暖？哦哦哦，第四爱，我谢谢，我真的会谢好吗？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。哇，这首歌好好啊，写给我第一个喜欢女孩的歌，想听听。唱的不错，我唱的我都不会唱，我瞎唱。没听过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会挺好听的。你温柔的长发在风中划过嘴角，我幼稚的笑话为何只有你没笑？你靠着窗发呆，我看你发呆而发呆。女孩，你太可爱，我不知怎么办。谢谢你那样亲人心脾的美丽，谢你让我回忆一夜变得甜蜜。原谅我有点笨拙的小女性，感谢你出现。但我头发变得越来越浅了，真的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之前更浅的。我腿长，你是第一天知道吗？你靠着窗发呆，我看你发呆。
我觉得好恐怖啊。这时候就应该放一个恐怖的音乐，杀人了。感谢你啊，累了，好累，嗯，好累呀，好累呀，好累。还是乖乖做甜妹吧。小慧，你爱我，你爱我就爱我，多说两次吧。复习做变态粉的这么多了，是吧？跟你一样，跟你学的，我觉得是因为你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你爱我呀，我爱你。叉P是啥呀？叉P。XP 是啥？XP 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奇怪的发言？不要发言啊，不要发言了。虽然我知道这个，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个奇怪的词儿，不准在直播间里出现了啊。是你卡吧？我不卡耶，我这里一点都不卡呢。你们等一下我好不好？等等我呗，我拿过，等一个，等等。大热天和生冰生啤真配，怎么大白天喝酒呢？姐么大白天喝酒呢？为什么要大白天喝？你要为了我，为了你离婚？你真的是为了我离婚吗？不要为了你，不要为了你，移情别恋找借口啊！为了我，我可是第一次见你，你就为了我离婚？哎呀，我谢谢你。其实我听过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为什么大白天不喝，不能喝酒？就是。白天我觉得应该就是喝一点阳间的东西，就喝点什么咖啡啦，是吧？你大白天就弄得醉醺醺的，那你这个怎么办吧？
不工作啦？不工作啦？没工作吗？怎么不阳间了？啊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想喝酒我拦不住啊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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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少喝点，少喝点。那你们是水桶吗？咖啡、牛奶、豆浆都喝过了，差点啥呢？差点啥？啊，五人喝一杯啊，行吧，那好像也还好。对，多喝水比较好，没错，多喝水比较好。还是多喝水比较好。嗯。哎呦我的天，五人一杯我信吗？我信啊，我为什么不信？五人一杯，一瓶儿。分一口，一人一口，差不多。啤酒好喝吗？啤酒那么苦，哪里好喝了？荒野求生都不敢这么喷。我的指甲它掉了两个。再去买葡萄冰脆可以啊，你这个话题好像上我听过对吧？但是我是真的很惨，我真的我秃了两个，我真是醉了，虽然就秃十指是什么鬼？什么鬼？很奇怪啊，我觉得。嗯，简单跳个色，原生的不错。你不觉得短一截吗？虽然说我的手很长，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子就感觉短一截吗？就感觉这个手都很长很长，突然感觉被削了一截。救命！这周云公也上升还是什么？不上，我不上，我不上，我上不了。瑞幸的葡萄冰最好喝。气泡水叫冰萃咖啡，我不能喝咖啡，我不能喝，因为身体原因，我不能喝咖啡，不能喝酒，不能喝奶茶，不能喝有关于兴奋的东西，都不能喝。奶茶，医生跟我说奶茶抵三四杯咖啡，我真的会谢。哦哦，他让我戒奶茶，哦，都给我戒掉。都睡不着吗？是的是的，只能喝水了，没事儿，顺便戒戒糖吧，挺好的，就当戒糖了，挺好的挺好的。我想把这个镜片掰了，嗯，我觉得掰了比较好，这样子的话，对吧，掰了比较好，掰了就不会反光了。太聪明了，我简直是一个聪明蛋。谢谢，睡觉我盖好被子的奶茶。送奶茶望梅止渴。哦，我谢谢你的望梅止渴。我现在对奶茶没有兴趣，我没有兴趣，我没有一个想法了，因为疫情反正这么久也没有喝过多少奶茶，现在奶兴趣不大，我对一点点的兴趣也不大了。谢谢番茄西红柿的巧克力。说说你会爱我。
再播一会儿吧，再下，然后去一个翻牌补会觉，然后晚上再见吧。那我还得去拍立得。不开心，我不开心，我好不开心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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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开心啦。不回家吧，虽然说我昨天晚上睡了会儿。青春发言想好了吗？我都已经拍完了，但是他没让我拍那个青春宣言，但我拍了一段，那个就是你们可以全看一下，但是我没有说什么话，但是其实我的作品里面就有我说的话，想说的话，其实没什么想说的，但是呢，加油吧。不是没有什么想说的，是我觉得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来，我觉得就是加油就好，尽力就好，不要说那种太冠冕堂皇的话，我觉得不用说那种太冠冕堂皇的话，没什么意思，对吧？听多了耳朵都起茧了。懂的都懂。我真是醉了。今年规则公布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问我一个就是刚进来的这个小不灵丁，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听上头的安排。我那个真的普通话我真是醉了。哎，是呀，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被爱嘞？是呀是呀，我这样子的人怎么会被爱呢？上头的安排，上风的指示。普通话真烫嘴，是的。是呀是呀，你说的没错。是呀是呀，我好像那个广西的表妹。我是广西表妹。你好你好你好。哎，有点冷眼，醉了。反正今年吧，就是加油吧。我这人，我说佛系又佛系，说不佛系又不佛系，容易不懂得说出来，但是呢就是加油吧，加油！哦，你给，我不知道说什么话，可以谈谈我的想法。好啊，好啊！我讲这么乱，我这不直播刚刚在开证件吗？我收拾一次房间容易吗？啊，我最后收拾的好棒哦！这是怎么这么干净呢？我回来这么干净，原来是你收拾完房间了，好厉害哦，好棒啊！你们人格分裂吧你？有点了，真的有点了。小慧可以拿自己工资投吗？如果我说真的，我拿自己的公司能把我自己投进去，我早全投了。还有你说，还有你说。但我觉得吧，就是我倒是想看一下，就是没有说，其实没有说就是不投这种什么，就是我倒是想看一下，就是你们不是之前还说让我爸爸投啊，或者家里人投啊，我是觉得让家里人投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总选的意义，或者就是说这个排名的意义就没有必要了，不是因为一定要排名才那个的，我觉得。
我觉得一定要为了这个排名然后去搞的就是说什么兴师动众，我觉得就很那个奇怪。我当时我是想看一下这个总选到底有多少人是真心喜欢我的，就是我看看我这一年的努力到底是有被多少人看见的，我是想看这个。嗯，就是我想看看这个，因为总选嘛都说总选无二推嘛，我真的想看看就是是谁一直在陪伴着我的，然后大家有谁跟我一起一直努力的那种，能进圈最好，努力就进圈。我进圈，我第一年我进圈，我这么厉害，我不可能这么厉害。嗯，但不会到时候哭鼻子吧。嗯，哭哭已经哭过很多次了，但是我觉得吧就是说现在嘛，因为我主要是哭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就是没有方向吧。可能我觉得我进圈倒不是那个，就是我们不是新人嘛，新人有前期，然后呢就只跟新人比，前期的话会拥有一个自己的舞台，就是那肯定是想要有这个舞台啊，这样有舞台才会被人看见对吧，就是肯定有舞台才会被人看见。但是如果你说我没有这个舞台，可能就一直没有被看见，就不能被看见了，就不能有自己创作的舞台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我对吧。所以说才会那么在意今年，才会那么在意今年，然后导致我今年都没有去高考，就是因为就是想好好的试试看这年的总选，然后呢就好好的努力趁那个总选那段时间好好的发愤图强一下。新人就光上海这边吗？那怎么可能，我们上海一共就五个，一共就五个新人，不可能，广州北京都算很多人，大概多少个人啊， CKG 也算， CKG 也算多少人，我浅算一下啊，我们这五个，我们这五个是吧，二十几个不止吧。然后广州的小慧、恩童、黄汝彤，还有什么雷淑仪，哎呦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，我怎么这么厉害，九个。然后北京的什么，北京的几个，北京一共有几个新人，九个的的的，还有录什么什么，哦对，新人对，三四十个，真七个啊，救救命啊，救救命，好难啊，好难啊。 VJ 十七吗？是的吧，难啊难啊，太难了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唉 CKG 五期算不算，算啊，当然算啊， CKG 五期肯定算啊。估计的那些，那不一定，就是那不一定。唉，哎呀哎呀，怎么总选那么卷啊，说真的，我在没进团之前我都觉得不会呀、啊、就一个排名而已啊，我觉得排名怎么样都无所谓呀、啊、但是真的你是市中人以后你就会发现救大命啊。那你就是新人前期目标到了，就是努力白没白费。不是啊，就是你说我如果心来费，就是我会更努力了呀，就是会有动力了，因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了呀，那会更有动力啊，那学习什么的就更想要好好的努力啊。努力没白费，狼多肉少，那肯定啊，那肯定啊，反正加油吧，加油加油，大家加油。我做好我自己的事儿，我把自己做好现在的事儿，加
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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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真的，这是为什么会那么在意今年，就是因为因为今年是这个今年就去年就没看上，可能在上海吧，可能在上海，可能在上海，可能在上海，也有可能在那个广州。总是毕竟想要想大考，是是是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大考大考。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啊，像我就刚刚进来，对吧？进圈说真的很难，我知道，因为人更多，竞争的人更多，竞争的就是一两百人的竞争。然后呢，如果今年没有成功的话，没有成功达到我的小目标的话，那我要再想拥有自己的舞台，就可能要等个两三年吧，对吧？是的。是不是进圈了就有声蛋了？不用进圈，只要跟新人比，前期都会有声蛋。跟新人比，就不管进不进圈。今年我们的目标只是跟我一起努力的小伙伴们比。新人今年会有声蛋公演，生日公演是呀。怎么圣诞也成饼了？不是饼啊。那我说真的，叶总跟我们说这个，说这个，我觉得是很心动啊，是真的很心动啊，对吧？不，谁不心动呢？自己拥有四五个节目，自己的留下在舞台上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太绝了！卷不过，卷不过，反正我自己先努力吧。哦，说不定那还能出圈，能给拍风吗？不要妄自菲薄。好，主要我这人又悲观又乐观的，我真是无语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真是醉了，我这好像那个精神分裂，你知道吧？真的，有时候呢，又想想看，就是。如果卷不过的话，不卷了，咱们就是好好的留着这个钱吃一顿饭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但是有时候又想努力，又想说就是拼一把，最后一次一口气拼一把，就是很纠结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，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才是真实我的想法，但是好像都是我真实的想法。唉，就是。的确，你真的吗？真的焦虑，真的焦虑。正常想法，对，正常想法。可能今年是我第一年吧，就是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去消化这种情绪。但是我觉得未来几年，我可能肯定可以消化的非常好啊。希望吧，希望，希望，希望。卡了，卡了。这个还不像考试，自己努力，还得粉丝一起努力。是是是，是的，是的，需要大家跟我一起努力。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想跟你说话的。好，那我下播了。舍友找我说话了，我们晚点再那个。努力了七年都没进圈，那说真的，这合理。遗憾的事情很多，啊，伤了伤了。拜拜，不后悔，咱们就是往前冲就完事儿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不管结局是如何，反正我专家这个四八我待定了，十二年我待
我就不信了，12年我还不能成功吗？我陪你待12年，看咱俩谁先成功，谁先进拳。我谢谢进拳，我直接运3家，我 top one， 我18选第一了已经。什么18选是林淑琴？那我就是说让一下他吧。那我就19选进圈吧。啊，我要跟你。哦，不是19选进圈，我19选也就来个预三家吧，然后不多。那我要跟你争一下。然后20选来一个，这是 top one 吧。我们就是直接升堂好吗？我们不升堂，我们直接那个就是保二争一啊，保三争一。嗯。我喜欢第二。嗯。笑死，已经开始幻想了。已经开始画大饼了。自己给自己画饼。画饼，画饼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是 S 队的那个元老级的前辈？这是如果公司一直开着，一直开着的，我跟王秋如说不定就是能成为那个就是来着那个大前辈，就是他们进来就是要先鞠一躬的，先鞠一躬的那种前辈，会不会？前辈好啊！我还比你大那么多，我天哪，我简直是大大前辈！救命啊！你是大大前辈，我是小小前辈。会有的，加油吧，48，加油，努力，汪，汪，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吗？加油，汪，下去，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？你加油，对，加油，汪下去好吗？48，加油，拜拜，走了走了，真的下播了。拜拜。